你的好朋友是一个中年贵族，单身贵族，无介意熟识新的朋友，你要帮伊介绍一位好的对象，请说服伊。我的好朋友单身贵族介济，无想要结婚的嘛有，但是我会带伊来看今仔日的会场，2013决定一生。后壁迄个主题就是2013要决定一生，而且后壁阁写一定爱。所以我一定会甲伊讲，为什么你要做单身贵族，一定爱需要一个终身的伴侣呢？你既然是单身，阁是贵族，为什么无爱甲你的伴侣来分享你的人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若甲伊带来到今仔日会场，看到后壁迄个主题，甚至阁甲伊讲，你若是有一个好的伴侣，就像今仔日的异想天开共款。我甚至会甲伊讲，开天辟地以来，就是爱有男女两合，阴阳调配。所以呢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呢，来找到你一个合意的伴侣，会当甲你分享你的悲欢离合。甚至呢，今仔看到双双对对的人，拢有真幸福的笑容。啊，你这么好的代志，为什么唔爱甲你的伴侣来分享呢？对唔对？我嘛是因为经历到幸福快乐的婚姻，今仔才有法度通去放下灶卡的前时，甲煮饭的时间，甲先生囡仔请假来到这，提起麦克风来展现着我的一生。以上是我的报告，多谢各位。哎呦！我跟你讲，人吼，食到老，身躯边那无钱，真凄惨。啊，那无伴，跟你斗开钱，你嘛真危险呢。啊，趁钱是要创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即马吼，足侪迄种诈骗的。我是你的好朋友，我绝对袂跟你欺骗。那无够好吼，我是无可能送予你的啦。我咧跌啊跌啊跌。西瓜咧跌啊跌啊跌，我甲你保证，在场的真赞，伊绝对唔是迄种空壳的，啊嘛袂甲你介绍一个袂经经的给你啦。我知影吼，你是有够优秀的呢，啊无够优秀，我太会使来找给你咧，都无要写我家己的面子过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即摆熟识一个有够赞的人，我甲你保证。你全台湾头，为台湾头到台湾尾，你绝对找无第二个比伊搁较优秀的。伊哦，人水、大班、钱多，上盖赞的是，伊拄啊甲你一下属哎下属，你看，你遮尔啊官大烟斗，啊伊啊咧美丽娇，一哎样咧妖娇，哎呦，你无熟识伊是你的损失。我甲你讲，后礼拜六啊，切一个时间来，切一个时间来。我一定要介绍给你的啦，你敢知伊是啥物人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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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有够戆的啦，就徛在你面前这个人啦，哈哈哈！英雄，各位朋友，你感觉如果我即马来退休，啊，要来转行做第二春，你感觉我适合做啥物头路？哎，谢谢，恁真有眼光，哦。甲恁介绍，阮妈妈较早共做媒人做百外对，哎，我感觉做媒人嘛是一个真好诶代志。啊，当然，伫我办公室诶时阵，我甲同事那咧讨论业务，讲来讲去，只要我看到伊还未结婚，我后壁拢煞会讲一句：啊，你最近有交男朋友、女朋友无？因为我真关心因诶婚姻。啊，为虾米我会遮尼关心因诶婚姻？因为我甲恁感觉。婚姻是真幸福的，因为我甲阮翁相处了真好，因为伊会替我拼本事。所以，如果我的朋友有这个中年，伊佫唔结婚，佫无要熟识别人，我一定想尽办法来替伊介绍。当然，那伊即马来讲叫做宅男，吼，伊拢袂出去。啊，袂出去，其实伊一定有伊的想法。啊，这想法咱来了解，为甚物是安尼？我较早拢感觉，只要是查甫的，一定爱娶查某的；是查某的，就爱嫁查甫的。但是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接受了。其实，咱即马伫个性别平等的内底，其实有第三性。好、哦，第三性就是咱尊重伊的性别的起用。
如果伊真诶，伊是查甫，伊阁无介意查某诶，安尼咱就卖介伊，勉强，吼、哦、啊尊重伊诶选择，但是咱会使带伊四界佚佗，照常会使熟悉朋友，正常社交，啊咱嘛无共当作伊是有特别诶所在。如果伊是介意查某诶，安尼咱来了解伊是毋是曾经受过打击，还是被拒绝，所以咱来了解伊诶性向，咱来知影讲你需要是啥物。他才讲门当户对，其实门当户对不是干那比财产，是比伊可能伊的工作经验、伊的经历、伊的知识啊，两个人讲有话。所以咱若是讲要替人介绍，咱这基本资料一定爱收集哈。所以有这个中年的朋友，我感觉徛伫朋友立场，我会积极替伊介绍。哈啊，各位你嘛知影，我适合做专行做媒人婆。啊，等一下大家有疑问的，会使来跟我登记。以上。